来，各位陈昭之就这件事情嘛，因为当下发生了陈昭之这件事情，哦，那不管，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说，各位，我印尼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等着，我们等一下会示范给你看，怎么样才可以像陈昭之盖的乱七八糟？印尼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啊、哦，陈昭之这件事情，我们现在不管他真的假的哈。可以确认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民众党跟柯建铭起冲突嘛？就是因为柯建铭说不行了、啊，那票废票不能算。柯建铭说那个废票不能算嘛。结果陈昭之他们民众党后来怎么声援他？当下啊、哦，各位讲当下，当下主张说那票有用，是柯建铭作为一个会议主席，蛮横的把这个选票给没收了。哎、欸，各位你不要觉得一票没什么、欸。如果今天53-52这一票就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韩国瑜闻到那个味道了嘛，他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呛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柯建铭没收他们的选票，所以民众党有基础起义来归嘛，所以他才特别跑到民众党党团去嘛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嘛。因为陈昭之就是民众党额外天上掉下来的筹码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张选票被没收，我是不是拿到一个筹码？这个筹码是不是可以拿来讲说，如果让民进党获胜，担任立法院长，未来难保尤锡堃被柯建铭作为傀儡操控，而往后的议事都会层出不穷，发生这种无理蛮横、强行没收、滥用议事规则、玩弄手段的做法。我在帮民众党想声明稿，你懂吗？他们声明稿可以这样写，所以他起义来归投韩国瑜。哦，就没办法，民众党又怎么样？又躲起来了，又退缩了。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下注的时候，他不敢下注。哦，他不敢下注，对不对？那即便陈昭之这件事情是明摆着的做球，故意的嘛，刻意为之啊。哦，对不对？但没办法。那你说之前有没有机会？有，之前民众党还有一次机会，但是他们怎么做？来看一下民众党声明，你看哦，台湾民众党声明，来哦，原本安排四大诉求跟面试行动，我跟各位讲，民众党其实是想要投韩国瑜的，反正我现在可以讲哦，没差，民众党其实当下是想要投给韩国瑜的，啊，但是他们要找个借口，找个台阶嘛。那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借口跟台阶，就是柯建铭很烂，林敬炫很坏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最后面一个关头，为什么缩手了？因为柯建铭说：“你民众党投韩国瑜就是小蓝，你就是支持九二共识，你就是中共同路人。”民众党说了嘛 ，Q 了嘛，老柯用那个喊卤蛋的声音，话后。来后解后解，你就惊嘛，惊就唔敢嘛，这就是柯文哲胆小的地方嘛。各位，我给你个观念呐、啊，政治的场域哦，你不管你要选举，不管你要当幕僚，不管你要从政，你都要秉持这个原则：你爱敢冲，你要爱敢搏，才有我都做老大。你不敢冲，不敢赌，你就当不了老大。这就是政治 A B C 那么简单。今天你能当三姓家奴吗？哦，可以，黄珊珊可以。啊、哦，各位，黄珊珊打我脸了，啪啪，对不对？我在讲正常状况嘛，正常状况你要择你所爱，爱你所择，选到一个老板的一条路线的一个派系的，你就是要干到底，你不能跳来跳去的，哦、就是你要一条肠子通到底，干到底才会当老大。换言之，你要敢下注嘛。你今天民众党要生存就只有两条路嘛，蓝或绿嘛。那你不敢下注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不敢赌蓝，也不敢赌绿，最后就变八票废票嘛。现在是不是演给你看了？废票里面还有废票，废票的废票，对，废票区的废票，这不就变这样子吗？
完全没有任何作用，完全没有任何人理你。各位，你现在想想一件事情哦，民众党如果昨天哦，从早上开始吃早午餐，中午吃午餐，晚上吃晚餐，半夜再吃宵夜，对于整个立法院长选举有没有影响？他都不要来，他就去度假，完全没有影响嘛？我讲不是实话吗？结果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嘛，这是民众党自己造成的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下注嘛。今天民众党只要下注任何一方，他都会成为赢家。哎，各位有没有这么好的？敢赌就会赢哦，你敢赌胜率就百分之百哦。但柯文哲敢不敢？不敢，他怕，他怕说我变小蓝小绿。因为柯文哲的私心都是在想着自己。来，我们来看到当初的原文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两组对于国会改革四大诉求支持，然而来哦，重点来了，蓝绿两党的重要人士未能将选举期间情绪放下。谁？好，我们现在问到谁咯？透过媒体攻击放话。好，那他先点名民进党，特别是民进党总召柯建铭，这个我觉得没问题。确实，柯建铭一直骂你。民进党新潮流成员林敬炫委员、徐志杰委员抹黑本党为没用的巴西私设行堂、密室协商、过度姿态身价，好，这个都有企图转移民进党国会改革跳票八年的事实。这个就是蔡壁如的讲话，更让尤锡坤受到派系撤走，对，这个也是事实。好，你骂民进党我没意见，对不对？你骂民进党我都没意见，这段话没有问题嘛？这是民众党的声明稿嘛？就是为什么要投自己的声明稿嘛？好，但是你看哦，来哦，那你不接受国民党的理由在哪里？还没有看到啊？来，本党基于尊重，在两组候选人搭档讨论国会改革时才不公开谈话，事后接受媒体联访发布新闻稿，岂料有不明人士向政治立场偏颇的名嘴放话。污指本党团在与韩文总委员及江启臣谈话中私下求饶，荒谬至极。各位啊，你看懂了吗？各位看懂了吗？民众党说我不投民进党，是因为林俊宪、柯建铭、许志杰他们都是民进的党员，没问题。但是民众党说我不投国民党是因为谁？各位来念出来，我不投国民党是因为谁？是因为张宇轩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民众党说我不投民进党是因为柯建铭、林俊宪、徐志杰，我不投国民党是因为张宇轩。这有毛病吗？第一件事情，我关国民党什么事啊？第二件事情，我的消息来源为什么不会是民众党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谁说这跟国民党有关了？你们跟国民党会面，你们那个八家将连票都会盖错，都盖成白七票了。你确定不是你们民众党内部人跟我讲的？你要确哦。再来第三件事情。谁跟你讲私下求饶？这我们解释过了嘛，我原话很清楚嘛。黄珊珊跑去跟韩国瑜讲说，请你约束韩国瑜委员，约束一下你们党团的党团人士、党籍人士，不要攻击我。这个叫什么私下求饶？原话嘛。因为张宇轩，所以我不能投韩国瑜，你攻萧伟啊？啊？我已经解释了。第一个，我关国民党什么事？在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不是民众党跟我讲的？第三件事情，根本没有人说私下求饶，不要掰了，哦，不要造谣。哦，因为张宇轩，所以我不投给国民党。其实真正的理由是什么？真正理由是因为柯建铭骂他，他就丢了嘛。柯建铭骂了他就丢了嘛，怕变小蓝嘛，关我张宇轩屁事啊！
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、无重金属、无人工添加物、无410项农药、无香料调味剂、无防腐剂、无色素，七大保证、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